晒一比一的十二道高黄金圣衣，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只双鱼座了，因为我是双鱼座的嘛。换生活，乐科技，银华第十期，唔经唔觉三十周年，好似我呢啲九十后就未必识，成道是星矢。不过你睇下啲人拢，为嘅就系买呢四款限量版色噶。就是传说中的女神雅典娜啦，原来我同佢差不多高嘅咋。不过呢个应该高过啦啩，行多两步仲可以睇埋首次亮相着神圣衣嘅主角添。各位 Y 们又知唔知佢哋着住神圣衣打边个大佬呢？同场仲有过百只圣斗士 figure， 有部分就系首次展出。想知仲有咩特别？睇翻我篇文啦。